简简单单的两只菜，好像觉着自家来吃大餐的感觉。两面各煎五分钟，炒只蔬菜包包春饼，黑毛胡萝卜胡椒炒芹菜。黑毛胡萝卜摆了已经炒过水了。加点盐，我要把眼搿松西西了啊！搿松西西呢，全部是冬蓉、蘑菇、杏鲍菇搿种绿色的搿种鲜的绿色的菌对伐？做个加点松西西啊！吃之两天，好像觉得搿只木耳包里面鲜的。搿只菜呢，我稍微发眼盐的。那么最近对吧，买了一个姑苏西花饼，也是丁丁的懒人菜。那么吃呢也蛮好吃的，吃过一趟，蛮便当的，摆了这个空气炸锅煮、油煎、清蒸侪可以吃。我上次吃个清蒸的，啊，伊拆开来是搿能介的哦，看得出来的，里向花仁老多，看到伐？那么上次清蒸呢也蛮好吃的。一个食材配料呢，是花仁、金线鱼米、地栗、玉米粉、大葱、猪肉、大蒜粉、洋葱粉、白砂糖、食用盐、味精、姜粉，还有福佩斯文保持剂等。营养成分呢，100克有的358千焦的能量，10.6个蛋白质，0.8个脂肪落实，蛋白质含量比较高。哎，煎了5分钟以后，我翻面哦。再煎5分钟差不多了，两面各煎5分钟。今朝中浪向吃咖啡了，中西节，那奶奶呢？阿拉奶奶吃的不错啊。阿拉小菜场搿搭一家黑龙江来的，一个阿姨做的迭个春饼老好吃，有辰光对伐，就自家勿想烧饭了。搿吃法的话，是你搞我的。简简单单的两只菜，好像觉着自家来吃大餐的感觉。搿只饼熬下去对伐？花仁老多的，那么我还吃到这个。地栗、胡萝卜丁，侪有的，也是果蔬跟花仁，就平常当吃白相好吃，不当菜。今朝搿菜菜侬勿好吃啊！倒点醋来再吃。这点醋的味道更加赞了。吃下去个花老多的，老有弹性的，口弹。搿套杯子在伐？平常也勿大舍得用的。今朝我想吃大餐了，再醋哦更加好吃。搿只物事呢，确实好吃，价钿呢有点小贵。那我觉着呢，像我搿能样子吃一顿呢，也没啥的，基本上搿能样子，搿6块钿1块，搿么4六廿4，总共30块钿好吃一顿了，吃3只有了，吃勿落了。哎呀，吃了蛮适意，嗯，谢谢大家观看。